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.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你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？他就是那个呵斥孤儿，且不勉励人赈济平民的人，伤宰礼拜的人们。他们是忽视拜功的，他们是沽名钓誉的，他们是不肯借人生物的。